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猪油怪。今天是一期很奇怪的节目，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猪油墙。因为到了新的一年，我们进了很多新的游戏，我们把很多以前不玩的游戏呢，给它从墙上扒下来，然后把这些新的游戏重新装上去。然后我昨天其实已经收拾出来了几个，然后今天又继续收。那一想呢，说还不如给大家录一段，然后我们就现在直接开始吧。历时2个小时呢，终于把这个猪油墙给收拾出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变化非常的大。那为什么要收拾这个猪油墙呢？其实不仅是因为这个新年要这个换新，好吧，其实就是因为外面来了很多新游戏，然后猪油怪每天看的那些新游戏呢特别好，但他们却躺在外面。然后猪油墙上呢有好多老游戏，平时根本不会碰他们，然后他们却很舒服的坐在这个柜子上，我就很难受。今天换完血之后呢，就格外的舒服。然后呢，这个最这边的一列呢，是一些双人游戏和 solo 游戏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我可以拿取。然后从这边开始呢，是一些这个家庭游戏。然后再过去的话，中间这些更多的是欧式游戏。然后上面的话呢，更多的是美式游戏和合作类的。然后最右那一侧的话，是一些平时也相对来说比较少玩的，还有一些卡牌游戏在最那一侧。然后刚才被移出去的这些游戏呢，也不会被扔掉，他们会被我暂时的存在一个仓库里面。然后如果需要的话，还到时候还是会取出来给大家做节目的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，拜拜。